译者曾德荣台北报道，综艺大哥大飞哥张飞暌违六年复出，入主华视主持综艺《非常赞》，上周首露找来陈年绯闻女友韩国马丹娜金元勋站台，但周刊却爆料张飞表面上看似暗爽，其实内心颇为媚爽，认为搜梗重炒了无新意。据《镜周刊》报道，张飞当天见到金元轩一点都没有惊喜感，因为他2005年复出主持综艺大哥大时金元轩已来过，没想到多年后再度复出，还是找了金元轩，求好心切的他见到故人虽然开心，但更担心心意不足。对此张飞回应周刊，他消失多年专程回台湾，很有情有义，录完还问我有没要补录，比当年更柔软，不会没心意啦，我反而很怀念，想起很多以前的事，更开心彼此这次终于互留电话，有了联络方式。张飞左与金元轩右在综艺《非常赞》首露合体，资料照记者陈一宽摄。